你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有人说，我爱自然，自然给了我最好的灵感。远离喧嚣，用一张画布刻下眼前的笔墨春江。也有人说，我想奋斗，哪怕每天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通宵达旦，也不愿放弃那个梦想。只是疲惫的时候，就像一根皮筋，只要一个瞬间就足够让人崩溃。姐姐，我想你了。你吃过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是山珍海味、蛋糕甜点，还是烧烤夜宵？或者，只是一碗简简单单又冒着热气的面条，再加上一枚煎蛋。用筷子戳破蛋黄的那一刻，流淌的蛋黄是最美味的温暖。你要是留在这儿，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生活的选择从来没有对错，有时一碗暖心的美食就能给你足够勇气去选择自己最想要的未来。